日常生活中最常用到的三种绳结给大家分享一下。第一种，民间最常用的拴马扣，俗称为马匪锁，结点简单，围绕手指绕一圈，绳环提动，短绳直接从后方进行折叠穿入，然后我们这样收紧，它在受力的同时宁折不开扣，安全牢靠又实用，用完之后拉动短绳头，随意收绳，随意解开。第二种，号称绳结之王的单套结，施工作业锁桩定点，包括定位、高空应急、快速逃生都可以使用，节点牢固，拧折不开扣。快速活套锁桩结，锁桩锁点定位，户外施工也经常会用到，主绳方向直接折双，然后短绳方向缠一圈，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，直接短绳从后方再次返回折双处理，处理完成之后，它在再次受力的同时会牢牢的锁紧，实用性超强，拧折不开，收绳极其简单，特别。